百度宣布捐赠5000万元，紧急驰援山西救灾。凤凰网科技讯10月10日消息，山西连续多日遭遇强降雨侵袭，出现严重洪涝灾害，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10月10日，百度基金会宣布紧急捐赠5000万元驰援山西，助力政府与社会各界抗击灾情。10月10日，百度基金会宣布紧急捐赠5000万元驰援山西，助力政府与社会各界抗击灾情。